姑不顾妻，给是妻妻夫夫一双梯，把婆与我无送别，把姑金珠楼盖顶，一起孤单送入啊。借此人改改古日记，给娘姑姑将解套书交办，手提口袋不认输配，街上佛罗将一对娘姑一口与怕飞，借此人是一个青年受杀带在地，养我起的凶恶命，给女姑把给谁男人生意动手脚，家母为生不是非，不看来的一度内气去夫妇改心啊的。哎呀，这位师兄，是啊，看来叫人，看来叫人啊！牛哥，牛哥啊，你是干么？是那宝贝，那宝贝要能一对啊，看来去乞教啊！哎呀，牛哥啊，要能一对，你五宝不能叫老些，能过来过去，只那别得我命呢。师兄，你只能放了吧，我这个被母打给当七个吧。哎呀，牛哥啊，这也当七个吧，可只哪能叫你？不，是高夫姐叫你来哥哥叫吃一次，可能生我要叫，我要叫的呀。哦，害怕害怕，大哥叫看，叫看就去接吃。中年姑肉开把灯哎，给给是飞少林，一起孤单送入屋，接吃人带人点本。小母将被灭如鸡，莫如姑娘王家兵，人人只是去可惜，个个同人来呀进，给娘哥来了满面晚上到昂是自不觉叫声，给来是他母姑妈不举呀背，对着众人的一声哎呀，众人都对呀，我是该有受伤明白给予上路，我要微微推动，大哥能咔咔动手，就人工呼下吧。是，该是他枪子来恶闹，中年哥插手不叫扶楼顶，就故事哥要劈开，只见他面色红黄心。当街夫下奔奔起，大哥一见喜开心，众人等候过片刻，该是什么么将我进？只见他一未开你。我来是仿佛的一声哦，黑了黑了，他已经醒过来了。哎呦，该有谢公啊，诸多你注意要啊，明白给予哦，你死里得杀了。哎，谢公放心放心，先等一种消息，等忙出该有谢公外的一种家口子是听众。要给个年姑年龄比较大的就要出，这个妈妈出为一度儿子一个亲人的养活之中，
给来师傅呢，给脚上经过马步，对我们啊，给手上吃的身体非也需要，可能性要病在身。你来就给拿一点不久托雨的，扛去取药肚子。师傅，这是个女人，我来我是女人，该怎拿包呢？我吃不是肉，你肉骨我叫你卷骨汤吧。嗯，学得要来。牛哥，牛哥啊，是牛哥啊，这是个女青年，只要你是有哥子女，就要你来照顾她吧。听众，牛哥帮了些抬头，要一些一个老脑子让无人照顾，姑娘带的还叫人家叫得的送娃就送得西天了。给牛哥，你养中。去苏西我敲穷为自用我要等的杨江无事该歇工哎可此人你最亲亲人问我一定见了老头中哦，谁人家东明西里人家有，只可怜李茶一叫人朦胧哎，给女哥解脱也要亲手。是可靠不久为谢公一列少年奔少爷给兄我爱起荣东东兵还得是自本就能来死他李莎又要有谢公兵给呀你是啥么么历史性家庭母可谁懂即使生开他有意不必说你生你青春该是啥有一妈妈家家去牛姑去忙谢公哎谢公你醒来了啊这位小师傅这里是什么地方哦谢公啊这里是米青一娃忙子的哟啊我与我在吃你谢公你一直在少爷上斗鸡是病叫来的越看的事物立杂又有自将也要四年了、啊、四年了哎呀呀那得小师父叫名字啊谢公你无去吃你呢该是啥来娘娘中年姑王上都得养我中命该是啥急于求生来把人中人耳忙内容哎狗谢公你是哪里人士？居无大名吗？你既亲亲如何在少爷上斗见你？众位师父啊，是俺学杀孤居南疆杨天福。望女人五十穷，五五穷
谁就敢把杨不记白个水如来龙哦掉来沉中酒开大水对的小鸡们为国中我小生也无兄弟我的个牙齿红日年明泪骨中哦原来你是杨部的公子王家女王谢公哎呦多多撒将王谢公啊那你王宇之名又在哪里去呢与为了得如此的不吗是啊我要与姑母与灵儿七杀我是乐丢丢你莫无轻易过你故此是强头强力过于一朝富少将过出去个几代人把头几去把奴娘人飞恰多杀命所谓恶语苦苦一朝留我命红是孤身凄烈路上乱可怜无依无娘尽头路一宿烈灯柔微风生得九品无娘子阿七肉东脑杀肉该定所中是人你无路哪晓得留一佛门哦要一去哪得死来写教为苦生一子莫大王沙是徐丽静子听得众人我来哎呦我没读啊王谢公啊姑你的地黑家长是要提醒红江苦黑几脑肚肚你要把被摆些你此你是给王家兵兵都收种子少必要去的屋子里哦该次叫你的就是给给没去过的李女姑呢她在家说大杂志你也得见你叫了你这个呀做够少年，你就分美路说死你自个。给我今日眼睛动动，王谢公啊，给牛姑也是落脑子上的。到你同时替我拦路，哎呦，算是同命相连。少年哪个能受兄妹相亲不？因为你的病体呢，我没有，我属于绝孤。牛姑啊，是。给王谢公我就二生一病的一起要你来救过给你是王莽子的你哪个能受兄妹血亲海路这是王谢公你就二生一的身体啊少结果吧都是他中年姑李我们让我流露哪个难王沙一本在一道里牛姑举姑嘎阳江埋沙里鸡头爱要送酒时心被手脚兄妹强没我女姑嫁我人，可是我别偷孤独的自生么？
如果不人要谁该死该是无邪杀来同命一人问女人一度一病少给女身体可负一生轻欲去就偷姑母身边所求的风娘女姑苦苦你就看老婆女老那样么一道里清清不久看那日那里我有娘辈方吗给王沙古罗一年又一年来年古拜的是你乐方方便听众王女人到李女姑西去这个女人所以一直说错东西每一个北道上人动手脚西江水兵王女人糯米缺杀一母之身该住的一人只要忙在那一生口都是无法比的可是李女姑就有所不同给得王女人人住的动人各帮老师的给一点让他接受世上土地上次在历史他面前我在数百万以王西佛骨人年自当地的几名小佛手啊清当古话不如中杀可是哪个能如此强迷哪个一种的年古一定年了方方呀可是哪个能一将佛杀了一人清理各苦的道门一年所求清气不久啥子也看了这个也往杀人起的巨骨身体与无法不动身所以大姑娘呢我要先拉我起来王女人与月明白这一点帮你接些动身可怜身边无娘去不了啊女姑可哭泄了只得一年过一年一女偷一女去年杀女正一及至第五年不女王女人在一中接近古路杀了该女人是个给你往杀准备与交吧给决定走新女姑的去教书了女夜冬杀江西红罗风里写你杀中的姑娥扑空恰一鸟一鸣迷如情所写都仰望里诉出孤单仰美丽就不带着那兄妹母母来来古话随便人家住女人其次不得一面女兄大闹看你叫儿子他说八处一姑娘的人工闹八说的人女兄命接于比例多女妹妹都将就就济佛用把自己女姑听来临里一声秋
恰无脑的文兄啊，此去何人留千里？一年少吃无所依么？日暮穷途闹大事，你将军须眉发生计么？去兄道路什么家？期待几位再分离？不，贤妹，这里是瓦门少班子弟，女兄道路上叫齐生不娘啊，人与阿门交谈，也欲得到姑母之歌。贤妹呀、啊，我就姑母大门的。中主人要封衣，只有得到临安的姑娘头领有所差。李子用出手将刀，后等我安开苦计。龙虎不也有名闻，百斗一枚在此里，一名女兄有见，生理是欲先看你靠哪的耶？王兄，你去哪里我嘞？你先去啥叫人如手脚，劫匪同胞也算自己，要什么我把海过呢？贤妹，女兄就要一生女，与你与你生生死死不分离。金毛一人随便看，鬼子苦恋一梦，鸭子的豆多西面，你叫我爱将一梦是清风明月定过期。但上是风雨同舟，把头摇，东哥就哭脸人美，叫妹把哭娘气，但上是东林之娘哎，不呀非么？听此你女中腔，当过的是生举佛根，如落花五子都是一片冰生，你人的子我那子中给个娃，媳妇的多面相，对强子你君若哭真儿把你。哎呀，不对不对呀，他是给我子啊，谁给我不你亲妈咪，母爷虽然要看了，然后定要人民之上，姑娘的地海，此生女子无伤口，我有个伤心地位，要得是父君我亲母，该门亲是人家破样，但若那是我有个废子我也。灵啊，他家就去斗鸡，岂能用一个恶意的夫人呢？否则一套
有啥可能？我是与你日月讨吧。王兄，王兄啊，须眉去杀明白。如果在那叫为天啊，途中杀去小父母，马上就落户开。子女里须得的娘子昂楼将啊，须眉明知命中苦，万一佛人生意外。只等几代女里的是青灯古啊不中山。王兄啊，你的人你没领会，须眉是立志学佛元首啊。王兄哦，你是将魔女都卡是用八寂寞写瓦魔套上明灯笼虎步将魔子百步将干。举门歌手让你许你修理许美也爱穷恰呢有时是是养父一去中期母姑为学完期待王兄用给你孤独的你孤一生啊。李元哥生意急呀，听得王沙大震耳，一幕幕的生气，说手机出门来打开，一人命运多恐惧，清风拂发又锁家天，王沙书家给老邓左手的女佛人，青天明女人心到人民主境，弟子王女人中途没路家少时人人蒙你美女孤独教举孤日教人数改少你同出黑即有八家之余你美丽自八个女人中杀八去只要是你明女心然主境王女人奉上世故八得黑死王杀四八佛人你呀听得女孤来哩哩，王兄啊，你是谁的鬼娃哦？你佛子就是富养的。一妹呀，古人古谣是子女脑袋女人一直骗你。雪山飞你越过永拔去人与众生都是迷越过家一生八动故事妹妹靠那去我说正在给自己我被一把丢路里呗我让一切上当啊自己那一个虚虚的包裹人民也我不母亲包裹那佛的主的来家去里面把娘哪里人举目
大将给一百要自动开门去，这次我被四九闹人意，哪个能爱爱孤僻开牛骨子子我的你病。王兄，你把这西装来吧。好，哪个能立马走不出门背，王沙八嘎不靠开。妹妹，你这个样子该包裹爹爹是要多累的，那得是七夕当路夫人吗？王兄，不可能，一定是要能送礼啊。什么人呢？王兄，按我可见一定要让我杨勇女士果然听得我你的道话，立即看了送你半句啊。妹妹，一直拿我背的我老谢动呢，该我付一定所以就要谢动五年无生例外，这个人一定是五年感觉请我到去中水落地呀。哦，妹妹，你有点数吗？王兄，你须得要去，我是个贫苦子女，生路困难，这里要是外门亲人之地，与我外人利用，我先生给你要学让娘之人，啥我毕业总会明白的。妹妹，那怎么办呢？王兄，既然你是请我到去，方明是让你的路费，你就打去吧。然后是要公明的中，知恩百端就是。妹妹，绝对要来。我王玉玲然后是要去头自杀，一定断背。好吧，王兄，手下大人，我也要改变一些。妹妹，莫来，给五十的娘子，可我也吐多。我就拿一半高，给你一半楼家泥巴，或者给烈士他教育就知吧。这，王兄，过年带的黑，穷过富穷了，你就打去吧。不，贤妹，这头穷多大娘子，只要一老爷，父亲他多，你就拿去吧。哦，那黑，王兄。我就拿五十里，明日高考试，给你三十里，给你带在身边。嗯，好吧。哪个能稀罕我？如果那人为家务，多么五人看护着。哪有隔壁有位先到，请我头几日拿一给你，牛骨肉来脑子高，王沙家无害朋友，给起个日人脑袋靠背。徐军送他西徐，该真是偶然出现你如少，哪个能见脑袋的一人的自卑，不过是受过小人的举出了背。上街开秋生气，今日宿舍又解巧，娘子梳茶打包，王沙背也是几包。一种你过来先送一身病，来也找找你。如果送的锁门啊，稀奇也是不到的。王兄，贤妹，王兄啊，大女儿你一路平安，待我人，立志公事。叫功名，须眉有钱，越讲的是哎，
我请王兄既然生贤妹，有什么事请说吧。王兄啊，如果也如来的我兄弟没头风声哦，要是这的就写着五七王兄我就认啊。妹妹你起佛上女兄多上上佛就是。妹妹呀、啊、你是该举父女楼女穷人，无人把苦他费心，我们家住此生的宿，穷老女要你们哎，女兄此去何人的？那件大事过在身，也无人佛你弟弟，五五烈子叫功名。妹妹啊，你数字真句，离别苦，早就是人中的人哎。听众们，如果听出王沙的话，给妹妹来哟，得一声。王兄，须眉如墨泥人，穷沙女娃拉日本哎，我只叫弟弟见呀面，小佛空门来收亲。多女王兄领养着你接着如女江山人，托你如要求见你无望母女你将我心这贤妹一枚嫁衣把给你，女兄代替一别名，中杀非你越过五八去，我空守楼几人？看叫妹妹一点事，哦，王兄。什么事呢？贤妹，我看着你六句情诗当兄令、如果王听你那的是某些带来凛凛千年王女闹雪人是先生分手嫁先生哎，我曾爱心你将军，我就生气王女人，几百把怒如一路，给此外头把脚伸。此去何人留千里一路之言都踏平姑母各种公事局居傲开启叫功名给多人要吃马钱谢谢那牛哥杀来给也忙定我请来灭手来试探让我那娘我放命是给你要拉丁把娘是往西宫楼家你的给个人吃到国家路给女的那得谁是谁生肚子给的娘子叫舅舅谁呀、啊、
哎呀，牛姑，王谢公中的老婆被子也丢，哪里来的娘子呢？给我把大去费用啊！听着，牛姑帮了些虎姑，给一些那个袋里啊过去，只得就不着要学少家要让请我到去支持你，赢一下哥哥一方。哦，原来如此啊，牛姑啊！你多生就佛一种上娘之人，在我王谢公主要娶头之上给多百对哦。是日你学得要离，一阵阵天秋秋，一浪牛骨头肉养我来，是一笑来我哎，吸气牛里虚的的，一生的名叫罗虎。自个先家有死罪，是天南地北生爱美梦，一辈子都终是非，是我命，一辈子天涯一个路那脚，弟弟呀、啊，女子睫毛纹细白，子女弟弟提有几苦呢？江山有弟弟为四把名目，记忆有意。哥正在背流泪，须听得有人敲门先叮咚。牛哥开门，牛哥开门呐、啊！只听男人的声线，牛哥当时身惊何为，伸手开门要得听。哑巴子一生靠门和啥门？哎呀，你是什么？是为上上身来此靠门呢？牛哥，你忽悠江湖，你是孙科啊？哦，原来是孙大叔吗？牛哥闻听是孙科，喜一开门家母母。孙大叔，看看请讲，请坐，请坐啊！好，牛哥。孙科姐生来如定，牛姑默默就带家门，就生先孙科四大里靠亲二人我管我哎，二公子请受牛姑一把。哎呀，牛姑不必如此，起来起来吧。孙大叔，牛姑自有诺意与你放手，自家多年了，江山险峻，总算说啥一话。大叔，你今年里在哪里？啥话可喊吗？牛姑，一年闹人哦。自有那啥，今年放。我要给夫妻居留所，五人八个为夫妇流落孤走逃荒，还得两个人我要五年熬来六七在二夫所，二夫所是啊，穷途末路做钱的，
大哥接水就学着。我哥八哥五年地上的钱财只收一半，总有一半留家托的。听着，给我哥伤重一些，王玉林谢公也是被二夫少爷给接待几个伴女，背得一段。多少个大叔，嘿，你个能做啊？我是个女人，因我那这孤楼之上遇不几个奇人，必是人命呢。女姑啊，俺个姐夫中，给给你的遇到那恰巧，只有一次，老在山中，后听刘少哥几个叔杀几个玉部的路费，这叔杀都是得命之躯。后来把子讲义，我就是为了改妻子官，把娘子路锁上房，只讲没有仙女啊。哦，苏大叔，是你给女子哪位得吃呢？我姑啊，是要害你二叔，五年方便在讨房。其实姑年年女姑在学乖，五些年孤苦伶仃成年女，时时处处有位看呐。本来这些生活你只养兄弟落妾闹事高。如今所以要起来，谁见那家中子高楼少，也无人发女姑娘，五送娘家收纱我呐。即将日的你的休息，多过一度苦力待，如莫在得一度里听你话中要人道啊。苏大叔，很难过去，如莫请我到去让娘的就是你么？如果真是真是啊，让如莫哪家就得给你听你话中要人过我，我是无在五百之一，你到那个青年人过的屋，很多听得明明白白。如果那个青年人得的是谁啊？哦，大叔，此人名句王玉林，得中家女年纪轻，女人内经养天赋，她无情，敢把人不人决定。白高爱给令我那，给王五之命夫人。二夫说路费被劫人，穷途路怕苦先生。家嫂送入来一朵，本就为此荣灵，多过是个傻闺女，可怜无娘闹凄情。大叔啊，你请我到家，阿大爹给天家里边抚慰人。哦，牛姑。这个王谢公在茶给女医路费在二夫所说起，那我送娘上佛的那得就是给人吗？大叔一点付出就是他。那好那好啊，我佛我一片身哦。如果这王谢公年轻莫我，要是养不多之后，也是给家女读书中之王家本本，他若莫人生人一夕你就亲，你如何负对样呢？大叔，若莫只是你记明白，这样富有多许了。请问大叔，你该给你的一起写上佛牛姑，到底有什么事呢？
这大嫂，你我是是那么你无必无呢要让我生理我自己学吧。啊，女姑啊，我受苦给你说大令，唯有得江山人啊，数年来一直对你如我心，如母之事我听命，他是给孤我公子你不配，我受苦实在如独生，请你把苦解甘，若将我再无我心，随你的心。啊，苏大嫂，既然如此，我有一句生理的话，不知你中听，夫中听。女姑，啥么事，请说吧。大嫂，女姑生下儿女人间吧，不知二人康复心里。好，好，既有此生家务之不得，我随可哪有不同意之理呢？哪个能喜开心？退出我女给地兵，古人对天阿不把今年将老兄妹亲。五人八宝的生气牛哥看你的一生。大哥，请问你是你要学居送弟弟要我老是用弟弟牛里呢？哦，牛哥，是你要学我到楼嫂一起居住，楼嫂住你的弟弟牛里，我是住你的，后来刘嫂告诉我，结果居路已经不见你弟弟的人影。哦，如此看来，我弟弟不是人事吗？对，你放心，你弟弟一定平安。大哥，我有个父母冤死他乡，儿爷的亲人只有一个弟弟女里，我江山结拜的弟弟四百名目，恳求大哥的五夫人。早就要这的些位来杀驱魔的呗。好，牛哥，你去放心，该起是保人的生意，让我父嫂之事我建议高头留嫂，我虽可随手不干了，要将你让居身放人，你的弟女一定会要学习，我会将你来次见你。多谢大哥海生亲自我牛哥一把。哎呀，牛哥不必如此，上得你弟弟接受一副字哦，一生路我告辞了，终身不负该受苦，他决定是一中百无女用家，牛哥送他杨我去接他枪空真八处，一要飞去一日阿兵上佛的努力得去阿就八个日八九心中举教师，穷苦给呀你牛姑翁在阳王座，
吩咐哎，牛哥，牛哥啊，是不是你？牛哥啊，人家带来一员官人，都是他在卡窝里待着，结果是你的西海带队来上访你，是他军你卡就接到。哦，什么人么？我不晓得是你哪个，他要你吃不是吧？叫一身无力的衣服，听过是学人与我来的墨本先生，莫要多次的，你去接他，一定会娘死的。什么？与我来的人，我要来赴娘死，他怎么会死呢？哦，好吧，我去吃一吃，给牛哥莫穷穷。自动你孤单卡多中即使被动压个鸡一生去的很威风牛孤举目自下去啊娘家儿人命富穷牛哥揭开八袋的口琴儿人来呀、啊，娘娘哎！胡大哥，牛哥大脑夫妇身体六十九死一伤，原来胡大哥多叫吃儿吃的，牛哥没吃那我。哎呀呀，牛哥，我却吃你呢！咔咔，起来起来，谢谢胡大哥，听着。给来是他今年过考勤二人离别是高年之人多少个牛哥啊这也是你的二人你就领他在洋娃里坐坐请改为个人有百多九十七吧是胡大哥请人来啊好好好生中看路给父穷刚入牛谷的洋娃中五上入于清浊的牛谷七次忙内容胡琼哥你方便一首节目只将有伤心一通阿西大哥一佛机将是与主呀永中牛哥你非文人母一只不过就为给徐人与他一生必须徐的母本有什么了不起呢胡琼哥你要如能给你子牛哥你给恭喜无喜路哎岂敢岂敢大哥你将咋得吃要无自知呢